今天到山上来割米啊，然后山上的话就今天最后两箱了啊，这么多就总共就割四箱，然后今天割完了啊，全部安顿，就这个位置就让它度夏了啊。像这些在晒太阳，虽然那个防光条给它铺好了啊，但是估计度夏肯定也会跑了好几圈。来，第一箱看一下这个分量。又是一个大枪群，换更多，还得换更多，慢一点。咋？我自己来。你自己来。你这老是粗鲁心的。对吧？今天又穿个收粪笼出来啊？今天这个短看跑不进。胖子，嗯，大家很喜欢猜重量，今天再给大家猜重量啊。最近这个几天割米，天天都有福利的。天天都有狐狸啊！天天都有狐狸，狐狸花完了，我们也就干大事啊！歌迷也就结束了啊！对，好好研究啊！不知道的问我，我知道重量，你知道重量，这个不能开后门啊！开后门一票500块，砸六也行，阿六600，不行啊！这个不能开后门。我不吃里扒外，你是吃里扒外。上次没猜准的啊，不要灰心，今天继续猜啊。这个可能会撞你。放心，不会。完了。啊？完了。什么完了？粘住了。全粘在上面了。对。不是吧？哎呀，不是吧？来，起来。粘住了。可以，起来，直直的起来。对，直直的起来。练了一块，哎呀！哇、哦，蜜都流出来了，哦，哎呀！来，哇塞！阿六，要换线钉啊！看一下啊，雪白的蜜，兄弟啊。哇、哦，这个漂亮，像什么形？三角形。阿六，像谁的裤衩？小野的裤衩。就是小野的。是金啊，钻两盒，拿来发福。哎呀，甜蜜蜜，兄弟们啊！哎呦喂！像一把那个。太大了、啊！哇，滴出来，滴出来！阿刘一出手就知道油啊！第三块啊，这一块估计一斤多啊，快两斤，一斤半最少了。第四块啊。六啊，第几块？都忘记了，忘记了。第几块？还想给大家提示一下呢，第几块都忘记了。那个一块一盒。第几块？可能第六块了。经常有粉丝问说，这个水蜜为什么要切掉？是不是不能吃的？它这个其实也能吃啊，像这个没有风感就是水蜜。啊，像这些。都倒进去，到时候我们可以喂蜂啊，或者冬天拿来诱蜂。割一群蜂就出一群啊，像这个墙群都是粉丝预定的，然后给他们带回去安排一下啊。这个粉丝都想试着养蜂。从今天好多阵了。好多阵了，那习惯就好了。第一箱六盒啊，然后、这边也不多啊，就这一点点。八斤。你又透露出来，我也没问你几斤，今天还猜重量了呢。八斤。嗯，不能说啊。来，开箱。慢一点哈，等一下会掉，慢一点。来，走。好，我扶着。哎呀，这窝小了一点。
这窝造的有点奇怪了，还有这样的，然后它这边又这样的，奇形怪状。这边都被吃了啊，就跟中间这边几片，然后那边几片。哇塞，低了，拿过来啊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这个好厚啊哈、哦、哇那么厚，边边价格，对啊，这个路上搬来搬去的不会掉。哦，好多黑粉，像这种就是黑粉啊、哦。好，哇、哦，哇塞，漂不漂亮？下一下它就快倒了。哇，这几块真的漂亮，你可以提起来，沉甸甸。哇，这一块估计有斤，得有一斤。这一块也没有，大几两啊？一万。像这种口感肯定好哈、哦，做炒米是口感肯定好。搞了两窝。油钱都不够，工钱都不够，然后干脆再开两箱吧啊！反正本来是计划开两箱，但是也不多、啊，应该还有两箱七八斤左右的，我们也都给它割了吧。剩下的两三斤、三五斤的就不割啊，在后面，后面哈、啊，你看，差不多就割了，割了。第三箱，慢一点。哎呀，怎么看都看到分了，没看到蜜。啊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这智慧。绑啊！哎呀，有块绑啊！来 来，等一下，来，这下麻烦了，麻烦了。等一下，你要用手扶一下那块绑，把绑给带起来了。来，你要扶着弄一下那块绑。哎呀哎呀！这有点麻烦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轻轻拿起来，哎，掉了掉了掉了掉掉掉掉掉掉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不对不对，哎呀，哎呀，八米铁，怎么这样子？八米铁，这一窝，乱来了，把那块板都给它撑开了，板下面还有，现在先把这板上面的割掉。不抓好了，没办法，想直接上面蜜割完了，下面还有一层，然后底下都流出来了。哦哟、哦，里面还有啊！哦，哎呀，哦呀，哦呀，这下好啊！薄不薄？不抓盒了，不抓盒了，不抓，已经抓好几盒了。那个浮力够发就行了。哦，还有啊，浮力有啊。天天有狐狸，接下来只要有开箱啊，自己开箱都发狐狸啊，答应兄弟们了。快点啊，这流出来了。轻点。哎呀，慢一点嘞，风都遮到我了。你的帽子戴在那边了，轻一点。今天不遮人啊。不遮人的都是骗人的。哎。就是这样的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三条、嗯。哇，重哈、啊！重啊！哦，来，阿海，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蜜。咚咚咚咚。来、啊，还有、啊、还有六盒哈、啊。嗯，还是八盒。六盒，六盒。啊，来，胖子，你掂量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嗯，哎。怎么在你手上掂的感觉像二十斤一样啊？大家先知道吗？这个是四窝的蜜啊，知道吗？四窝的蜜没半头啊，在你手上掂的都没感觉了，你这样叫人家怎么猜？没半头啊。然后今天割四箱啊，我觉得两箱可能比较好拆啊，四箱的话就没那么好拆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靠大家的眼力了哈、啊，大家去拆一下。
上一期猜重量呢，大家就是去猜，然后也没有点赞啊。然后我这边的要求就是点赞加评论啊，点赞了才能去猜啊。还有仅限粉丝，当然没有关注的啊，就是可以关注一下仅限粉丝啊。如果你猜中了，没有关注的话，那就是下一位了啊。点赞加评论啊，感谢大家啊，拜拜。